欢迎来到基督之家第五家。我们教会的意向是建立充满主爱与有影响力的教会，并期望每一位到我们教会来的弟兄姐妹有道可听。基督之家第五家注重讲台神话语的供应，有神可拜，透过敬拜经历神的同在，得到平安、喜乐和安慰，有灵可感，有圣灵的感动，进入真理，灵命晋升，有恩可蒙，使人蒙恩得救，享受属灵的福分，有功可做，事工人人参与，各按恩赐侍奉，荣神一人。我们教会主日崇时间为每周日早上9:30，周间也有适合各年龄层的团契。很高兴您来到我们当中，愿神赐福您。感谢神，从2016年开始的全本圣经 QT 读经灵修，经过近5年8个月的时间，将于今年8月23日圆满完成。回顾这些年，有神丰富的预备和供应，前后共有10位牧长传道的灵修分享，及16位弟兄姐妹参与朗读录音，更有6位同工的后期制作与推广。教会的 QT 读经灵修每天都有近1000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使用。我们热诚邀请弟兄姐妹参与读经灵修3:1，每天按照日程灵修1篇经文，在留言区写下1点灵修体会，向人分享1节灵修经文，让读经灵修成为我们生活的日常。
欢迎来到基督之家第五家。我们教会的意向是建立充满主爱与有影响力的教会，并期望每一位到我们教会来的弟兄姐妹有道可听。基督之家第五家注重讲台、神话语的供应，有神可拜，透过敬拜经历神的同在，得到平安、喜乐和安慰，有灵可感，有圣灵的感动，进入真理，灵命晋升，有恩可蒙，使人蒙恩得救，享受属灵的福分，有功可做，事工人人参与，各按恩赐侍奉，荣神一人。我们教会主日崇时间为每周日早上9:30，周间也有适合各年龄层的团契。很高兴您来到我们当中，愿神赐福您。感谢神，从2016年开始的全本圣经 QT 读经灵修，经过近5年8个月的时间，将于今年8月23日圆满完成。回顾这些年，有神丰富的预备和供应，前后共有10位牧长传道的灵修分享，及16位弟兄姐妹参与朗读录音，更有6位同工的后期制作与推广。教会的 QT 读经灵修每天都有近1000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使用。我们热诚邀请弟兄姐妹参与读经灵修3:1，每天按照日程灵修1篇经文，在留言区写下1点灵修体会，向人分享1节灵修经文，让读经灵修成为我们生活的日常。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在这里欢迎弟兄姐妹今天早晨跟我们一同来敬拜神。我深信让我们本着心灵和诚实向神敬拜，神一定非常乐意恩待赐福我们众人。现在我们就来听听教会近期的报告。大家好，我是一组的 Roy 王，在这里想简单介绍一下我洗礼和信主的过程。我是12月份去年在五家受洗，也是去年在五家第一届的幸福小组的成员。我当时很有幸被万光和蔡山夫妇邀请去参加幸福小组，和郑海长老的带领下，我们在幸福小组中是去年的活动。在参加之前呢，我自己的生活是这样的，是我当时非常非常繁忙，在疫情中工作很紧张，总觉得自己的生活就像一个高速旋转的陀螺，非常非常高速，但是没有到哪里去。当时也很想有一些用自己的力量去解决问题，家庭的纠纷啊，工作的纠纷，都觉得自己应该有方法去解决，但往往是结果一点没有自己的控制力。参加幸福小组呢，让我觉得是一个很轻松愉快的事情。我们有破冰，有诗歌分享，也有一些就是信息。我当时就带着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心情去参加幸福小组吧。当时我就是一直在寻找一个比较永恒的东西，觉得自己哈没有什么自己的力量去解决所有的问题。幸福小组给了我那个机会去了解上帝的话语，我们谈到旧约，谈到新约。在幸福小组之后呢，我自己也去查了一些圣经的故事，比如说我们查到死海古卷的这样的事情，就是在死海他们发现了在耶稣基督诞生几百年前就有的旧约的文字，跟现在几千年后旧约的文字是一模一样的。所以那样的真理是一直保持了这么几千年，是我一直在寻找的永恒。然后同时呢，我们也谈到旧约里面也谈到耶稣基督的到来，在他几百年前就已经有这些各种各样的影射。所以旧约和新约的吻合也是让我觉得这个真理是非常一致的，然后主的话语也是非常一致的。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哇，这个是我一直在寻找的一个真理和永恒。然后当时另外的一个让我比较有震撼的就是幸福小组的成员们都是很无私的去奉献他们的时间，也他们做的这些事情都是从别人的角度去奉献吧。所以跟我当时的自我的这个心态比，就我就觉得需要调节一下我的价值观。所以这两个让我比较感动的事情上面，我就觉得是应该去洗礼，去正式的加入上帝的这个家庭。所以十二月份的时候，我就去在五家受洗。当时也非常幸运的是，第二天那个 county 就说大家不要再有任何活动，因为 COVID 疫情越来越重，感觉非常非常的幸运，能够在十二月的日子里面能够顺利的完成这个洗礼。所以这是我以上简单的分享，谢谢大家。敬拜团现征召对音乐事工有负担和热情的弟兄姐妹，征召岗位有乐手、歌手、音控等，征召条件与申请详情请访问 Join Worship Team 网页查看。When you pack shoebox gifts with Operation Christmas Child, you're sending joy and blessing children all over the world. Through your simple act of kindness, children experience the love of Jesus, are discipled through the local church, and are empowered to reach their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with the good news of Jesus Christ. 欢迎家人将准备好的鞋盒在11月14日之前放回教会。就请弟兄姐妹多为教会所有的事工来祷告。我们快要开始崇拜咯，请弟兄姐妹预备心，为自己祷告，然后让神赐福各位。
姐妹平安。平安。感谢神，我们可以在主日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请弟兄姐妹起立，我们来安静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亲爱的主，当我们同心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敬拜的时候，你的宝座就在这里。圣洁耶稣，你宝座在这里，哈利路亚，你荣耀在这里。是的主，你的荣耀就在这里。圣洁耶稣，你宝座在这里，你的宝座就在这里。哈利路亚，你荣耀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君王就在这里。我再见你的面，我再次更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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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这里，大能彰显这里，何塞纳归于至高神主耶稣。向你献上敬拜的时候，你的宝座就在这里，你的荣耀就在我们的中间。弟兄姐妹，让我们来到十字架前，让我们来到主的宝座前，在这样一位至高至圣的神面前，我们唯有顺服，我们唯有顺服。姐妹，耶稣基督是至宝，是生命中的美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一生都跟随快跑。哪些东西我们抓住世上的东西我们不愿意放下的，我们还有哪些东西我们是不愿意顺服的，我们献上这一段静默的祷告。Now
亲爱的主耶稣，你是我们的至宝，你是我们生命的美好，你是我们的大君王。我们要将一切的颂赞、尊贵跟荣耀都归到你的宝座面前。主耶稣，我们要顺服，我们爱你，因为你先爱我们，你先顺服天父的旨意，从天上来到地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又借着圣灵将你复活的生命赐给了我们。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因为你爱我们，我们爱你，因为我们爱你，我们要顺服你。愿今天早上你圣灵大大的来充满我们今天的敬拜，你的灵与你的仆人棺木师同在，在他的口中，也在他的心中。你的灵也与我们众人同在，也在我们当中，也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圣灵，在你的圣道，在你的圣爱的感召下，能够做出顺服的回应，愿意我们自己成为你荣耀的见证。就像诗歌所唱的，主啊，叫我们无论在何处对你有忠心，一生活出耶稣基督的托付，福音的托付。愿你的名在我们当中被高举，愿你的国度从我们这里扩展，愿你的旨意也运行在我们的身上得以成全，你得着当得的荣耀。我们的感恩，我们的祷告不配，乃是奉你荣耀的名祈求，阿们。会众请坐。我们现在有几项的报告，家庭的教会大家庭的报告。幸福小组全球研习会这个周末跟下个周末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我们盼望弟兄姐妹也为此祷告，也为幸福小组这个月底我们要开始第三期 Best 进场来祷告。我们愿基督的福音成为我们教会每个人的核心价值和我们的使命，请大家继续带祷。另外我们也请大家带到每周的宣教，这一周记得为美国德州土耳其人移民来带到，愿福音能够进到他们当中去。那请大家在为教会的施工、为国度带到的同时，也邀请大家在财务上面来支持教会的和国度的施工。那我们
请大家可以到教会的网页 hoc5.org、访问奉献网页、有许多的电子的方式可以奉献。如果你是现金跟支票，你可以投放在教会走廊的奉献箱里面，或者邮寄到教会。圣经说，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让我们现在一起为奉献献上我们的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谢谢你将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也将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了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感动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我们求你洁净，也为你的教会和国度来使用，也求你将各样恩惠多多的加给我们，使我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够行各样的善事，增添仁义的果子，扩张你的国度。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接下来有诗班代表会众向神献诗，赶快去传福音。献诗之后有关牧师的证道，要被圣灵充满。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 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不可消灭圣灵的感动，
不可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行要禁戒不做。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所以不要重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圣灵，好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好让我们更能够明白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的大恩大爱，好让我们靠着你的能力能够在地上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样式。主保守我们，谢谢主今天早晨恭敬的将这个时间放在你的恩手当中，帮助孩子讲得清楚明白，让弟兄姐妹在你面前不但认识清楚，那靠着主能够更多经历你圣灵的大能在我们生命的里面。谢谢恩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今天早晨跟各位来讲一个非常严肃的题目，被圣灵充满。很多次听见人家讲我们教会很少讲圣灵，那所以就批评我们好像没有圣灵。其实弟兄姐妹，你没有认真去想，我们成人主义学现在改了名了，不知多少次牧长们开了圣灵的题目，让我们很有系统的、很专注的好好从各方面来了解关于圣灵的真理。难道没有圣灵吗？那难道不讲得少就没有圣灵吗？是不是讲得多就有圣灵？是不是少讲就没有呢？那我请问弟兄姐妹，我们特别中国人很比较含蓄的哈，我们特别问我们的老夫老妻，你有没有常常对你的配偶说 I love you？ 有没有？很少讲哈。那我们很少讲我爱你，是不是就代表你不爱他？也是否反过来，很多人闭口埋口都讲我爱你就一定很恩爱？不见得，不单单用嘴巴来讲，是真正的用你生命去经历。夫妻之间能够经历那个爱，就是不讲你都明白对方对你的爱是多么的甘甜，多么的真实。难道弟兄姐妹，我们教会没有圣灵吗？请问没有圣灵我们有今天这样的情况吗？没有圣灵弟兄姐妹可以生命被改变吗？我们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吗？不可能。没有圣灵的工作，弟兄姐妹能甘心情愿为主摆上他的时间、金钱、才干，一切为主的国度，没有圣灵的工作，人哪里肯放下赚钱的时间去参与宣教的服事？
没有圣灵的工作，人怎么可以让自己的面子都拉下来，为着传福音给一个一个比他卑微的人？我亲眼看过弟兄姐妹，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人是自私自利的，人都爱自己。但是没有圣灵的工作，你可以看见弟兄姐妹在疫情当中，在困难当中，在患难当中，那个彼此相爱的实在。刚才有位弟兄做见证，其实每次受洗的时候，我都很喜欢来听每一个受洗的见证。可能有些人讲的不是很精彩，但是起码它是真实的经历。我要求每一个受洗的人一定将你的见证写下来，如果写得比较能够登在马拉的更好。但是无论如何，有人告诉我，牧师，我的见证不精彩耶。我告诉你，多少人的见证是非常精彩的，平凡的是很多的。重要不是精彩不精彩，重要是你实实在在地经历圣灵的感动，让你悔改归主，那个才精彩。亲爱的弟兄姐妹，对不对？如果没有圣灵工作，我们哪里有这么多美好生命的故事？我们虽然嘴巴没有常常讲，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彼此之间那个经历那个体验，你不能否定圣灵在我们当中大大的运行。当然我们有失败，有软弱，有时候体贴肉体不一定顺服圣灵的感动，你我常常有，但并不代表神丢弃了我们。这里有圣灵的工作，有个问题很清楚，我们是否有圣灵是谁来决定的？是如何决定的？就是牧师传道长老来决定你有没有圣灵。当然他们有这样的不同的见解，但是真正决定你有没有圣灵的不是我们，是神的话。神的话语，神的话怎么讲我就怎么信，神的话怎么讲我就怎么去 follow 去经历，我就体验到被改变那个恩典那个大能。感谢主，我们对圣灵的经历可能不一样，但是对于圣灵的认识应该是一样的。我再说，圣灵的经历可能你跟我不一样，但是对于圣灵这个灵，我们认识是应该是一致的。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圣灵经历不一样，有人经历圣灵这样带领他，有人经历圣灵这样带领他。好，可能我跟你不一样，你跟他不一样，并不代表我们有错。不过神的灵按照他的旨意随意带领我们不同的脚步，不同的经历，我们大家都对，但是经历不一样。有人经历神给他讲方言，我没有经历讲方言，我很羡慕，但是神没有给我，没有给我。但是是不是我们就不一样呢？不是，是经历不一样，但是对于圣灵是一样的。怎么说呢？看看圣经怎么去决定呢？最少我们从三个代表性的人物来看见。第一个，耶稣基督的应许，一起来读。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卫师，或作训诲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他要在你们的里面。那耶稣基督的应许，他去了就差遣保卫师来到我们当中。所以耶稣差派神差派他们来与差派圣灵来永远与我们同在。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连带在这个信仰的里面，这个救恩的里面，圣灵已经像一个 package 一样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是耶稣的应许，永永远远与我们同在，也要住在你跟我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就在你里面，圣灵的带领你更多去认识神，而且永远不会离开你，永远不会离开你。这是圣耶稣基督的应许。还有看看使徒彼得怎么吩咐，
基督彼得怎么吩咐啊？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节，哎，还没打出来啊？来，一起来读。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清楚没有，弟兄姐妹？那么认罪悔改接受洗礼，在整个事情的里面，我们就必定领受圣灵。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奉耶稣基督的名认罪悔改，奉他的名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请问你现在内心有没有圣灵啊？不是我说的，圣经说的，彼得的吩咐，彼得教导当时的人是这样的。那保罗怎么教导我们呢？请看保罗，那保罗里面有三节圣经，保罗告诉我们，我们的圣灵是一样的。使徒保罗说什么呢？第一个地方，以弗所书二章十八节，一起来读：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的面前，被一个圣灵所感。你跟我的灵是一个灵。还有第四章第四节，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没有两个的，没有好多个的。不，有时候圣经用不同名字，耶和华的灵、耶稣的灵、圣灵、神的灵，就告诉你只有一个灵，这个称呼不一样而已。第三个地方，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那保罗反复的，我举出这三节圣经做个例子，他说圣灵只有一位，我们经历可以不一样，我们的带领可能不一样，但是圣灵是一个，没有很多灵，要清楚。所以你的圣灵跟我的圣灵是一样的，不过他带领你跟带领我不一样。就好像神带领我做全世界的传道人，奉献所有跟随主，可能带领你没有做传道人，你做一个生意人，你做老师，做个专业人士，但是无论如何，灵在我们的心中是一样的，一样的带领，带领我们遵行神的旨意。可能我做牧师遵行神的旨意，可能你做个专业人士，你遵行神的旨意，可能你做个医生，做个家庭主妇，你是遵行神的旨意，那个灵的带领是一样的，这个灵的认识是一样的。求主怜悯我们，根据这三个地方，这个代表性的人物是耶稣基督，是彼得，是保罗，这三个他给他们的话语当中，我们认识圣灵跟我们的关系。圣灵本身是怎么？当然我告诉你，只要几节圣经是不够的，时间的关系，有深入的研究，还有很多很多有关的经文。不过我举个代表性的经文给弟兄姐妹来思考。那今天我特别跟各位讲的是圣灵充满这个字，圣灵充满这一回事，圣灵充满这四个字在圣经当中怎么出现。我翻出圣经去查，我发现圣灵充满这个 terms 在新约一共用过，只有用过15次。圣灵充满这个字，这个四个字在新约圣经只用过15次，很奇妙。其中14次是路加医生用的，只有1次是保罗用的。保罗用哪一节是很有名啊？以弗所书的这个第五章第十八节啊，不要醉酒来被圣灵充满。那当然讲圣灵很多很多了，那讲圣灵充满这一回事保罗只用过1次，那么路加用了14次，其中路加福音里面有4次，使徒行传一共有10次。最近我们查使徒行传里面充满只有10次路加提到，很奇妙啊。圣灵充满这个 term 竟然是路加医生用的最多，才用了14次，保罗只用过1次。今天跟各位来思考一下归纳这些话，特别是使徒行传里面所讲的，看看当时初期教会他们怎么经历被圣灵充满，他们带来怎么样的果效。
到底怎一回事，对当时的基督徒有怎么大的影响，对他们来说初期教会是一个代表啊，是一个指标，当时的人什么根据都没有，坦白说他们连全本圣经都没有，只有旧约圣经，那么圣灵怎么帮助他们来个奠定最美好、最稳固、最正确的一个圣教会的基础，很重要。所以路加是一个医生，他在其中亲眼目睹多少人被圣灵充满，那一个的改变，那一个特殊的经历。为什么用这个医生？医生通常来说是比较讲事实，特别很多神医奇事、神迹奇事关于医病的，路加亲眼看过，他不能用他的医学的常识来解释，因为这是神的工作，这是圣灵的大能，他没话可说，他不能用他的所谓医学的常识去解释，没得解释，他不可否认圣灵在当中做了非常非常伟大的工作。那其中使徒行传有一句中心的经文，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很多弟兄姐妹可能都会背、啊、圣经怎么说呢？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圣灵充满在他们身上的时候，降临在他们全这班人的身上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从近到远，从同源文化对异文化，从同言语到异不同言语，来为主做见证。这是他们最大最大的一个目标。圣灵充满就是要为主做见证，圣灵充满就将他们所有的来分享给别人，圣灵充满就让这一批人从他们身上让人看见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圣灵充满着让他们到处流露出荣神一人的美好见证，不是标榜他们自己，而是标榜神在他们身上奇妙的作为。那他们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被充满了，这一批的人就要为主做见证。那怎么经历这个见证的能力呢？那使徒行传里面有十次，那我没办法十次一通通讲，而且用这个他们代表性的三个特别的代表性的时候跟各位来思想，他们被圣灵充满的底下，他们活出不同的层面、不同的服侍的模式、生活的样子给我们来参考，一个美好的记录放在这个使徒行传的里面。那第一个地方，第一样我们要看的，当他们需要传讲真道的时候，圣灵赐给他们话语的能力。有两个代表性的地方，请大家来打啊，请陶英打出来。第二章第四节已经有了哈，啊，一起来读。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他们能讲别国的话，就是地方的语言，不是不用翻译的。这里的方言不是一般隐秘性的方言，而是地方语言。意思说的一个人讲他本来的话，那不同的人的听出他们自己的相谈。我数数看，超过十个地区的人来到当时的情况当中，那这么多人从四面八方来守节，彼得站起来要做见证，要传福音。不同地方的人，不同的言语，我们要找翻译怎么找啊？讲一句话，再翻十几个地方，讲完都忘记第一句讲什么了。我记得有一次啊，我在菲律宾那个时候，很多越南的难民到菲律宾去，那我们那边有个难民营。难民营 很大的 有一两千的难民在当中，那么教会很有负担，教会很有负担对这些难民向他们传福音。后来甚至在他们里面盖了两个很小型的礼拜堂给他们聚会。那初期其实传福音呢，我去啊，
我住在难民营住了一个礼拜，跟他们一起住，住在那个篱笆的地，打地铺的住。那每一个晚上开布道会，那他们当中有中国人，有华侨，有越南人，让我讲道。那我用闽南话来讲，有个人翻国语，有个人翻越南话，然后当中有些闽南人在当中，所以讲了一番话，经过两个翻译，我在听完他们的时候，我都忘记下一句讲什么，等很久才回来。而且有些话我讲的时候很简单，这个有些人翻的是需要很长的。我记得有一次在泰国也是如此，我讲一句话，一句很短的话，结果念如传道替我翻的话，翻得很长出来，我以为他翻完了，他还没完。那如果要这样的话，怎么听福音呢？他们浪费时间了。所以神很奇妙，给彼得你讲吧，他们听的不是你的话，是他自己的家乡话，厉害哦，不用翻译。其实这个不是方言呢，这是神迹，对不对，弟兄姐妹？每个人听的是他自己的方言，这彼得讲的不是，彼得讲他的话。当你有这个需要的时候，我一次两次听过有些传道人，神用他，不是他本来的语言，我记得吴勇长老讲过见证，要去他去香港讲道，那个翻译不晓得怎么搞，当时没有人时不在，没有人翻译，这感动他。那到时候讲到你去吧，你里面有个声音说你就去吧，他就去了。结果他用标准的广东话讲道，你听过吴勇长老讲广东话吗？只有一次，他说离开哪一次之后，以后不会讲了，不会讲。因为什么呢？因为那是神特别恩典用他。有没有可能啊？有的，弟兄姐妹，有可能，这是神迹，圣灵做主导，带领他们，是他们别国的口才讲出别国的话来。那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历。还有第二个呢，他的讲书的能力，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八到第十节，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四章三十一节，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这两个经文给我们很清楚，人家看这批没有学问的小民，他们竟然非常勇敢的对着 高官有学问的宗教领袖，对着这些人勇敢的放胆的讲论神的道。他们以前胆怯的不得了，害怕的不得了，不够口才跟他们讲，但是神从圣灵充满他们的时候，他们不管这一些，他们勇敢的对他们辩驳，将神的话讲得清清楚楚，勇敢的将耶稣基督摆出来。今天他这个人被痊愈的，就是你们所钉死的耶稣基督。哇，这么厉害的指责，如果圣灵不跟 给他同在，他不可能这么勇敢面对这么恶势力的，能够勇敢的放胆的那个讲神的道。亲爱的弟兄姐妹，讲道我怕，我坦白告诉你，我讲到讲那么多年，有时候在下面我等讲道的时候，我还在怕，我害怕。但是我感谢主，每一次我怕的时候，我默默的依靠神，神的给我勇气，给我胆量。我怕为什么？我怕讲得不好，人批评我，人攻击我。我讲得不好，弟兄姐妹听得不清不楚。我怕我给人批评，但神啊，让我知道，不是我在讲，是你用我。我在怕的时候，我更懂得紧紧去依靠神。神啊，你给我胆量，给我勇气，给我话语，我深知道，当我站在这个讲台的时候，我知道你跟我同在。我感谢主，多年来我这样经历，我还是在怕。当然我初初讲到的时候怕跟现在怕不一样了，
也是要以后怕怕到肚子痛的。有听说有些传道人怕到会呕的，会吐，会吐的啊。广东话是呕啊，就吐的，有的。有些等，我记得有些等讲道的时候，一直去外面的办公室去厕所。为什么？你感觉你心里焦虑紧急的时候，不晓得怎么搞的，好像频频繁繁地去。那如果没有你有解话呢，几个钟头不用去。为什么？紧张啊，紧张啊。我刚学讲道的那个时间，我得了严重的胃病，紧张啊。但是感谢主，不是我在讲，后来我明白了。当我惧怕的时候，我依靠神，神跟我同在，神给我胆量，给我力量，给我能力，所以为他传讲，他交付我的力量。对反对信仰的高官领袖们，能够勇敢的放胆的传讲神的道，如果不是圣灵充满，哪来的勇气和能力，哪来的胆量可以放胆讲的不是我的话，是神的话，那个时候勇气就出来了，能力就来了，为神跟你同在。这是第一个时间。第二个时段呢，请你看这个啊，当教会开始教会侍奉的时候，他施予服事的能力，施予服事的能力。在这个地方我们看两段的经文，第一个经文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44到45节这两节圣经。我们怎么说？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着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那这里虽然这段经文里面没有讲到圣灵充满，但是前面讲到让圣灵充满连贯下来的一连串的行动，这个包括在里面。包括什么呢？他们甘愿的切实的彼此相爱。那你不要读这些经文很快的读过去，你用心来思想一下，这句圣经很不容易的。信的人都在一处，当然嘛，聚会嘛，凡物公用，这句话不简单的。我们今天这个世界能不能凡物共用啊？可以，一般的，你的是我的，我的是我的，我的不是你的，怎么可以凡物共用呢？不可能。但是当时是这样的。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更难哦，并且卖了自己的田产家业，照着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几百万的豪宅卖了出来，交给牧师、长老、传道人，让他们分派给个人，你愿意吗？难不难？我问你，好难哦。但是这个是一个非常美的记录，它不是一个教训。如果教训我们信耶稣必定卖光的话，我想你们今天通通都不在这里，不可能。但是竟然在教会历史当中曾经有过这样的记载，所以圣灵透过路加马上记下来，很美的记录，很美的记录。人都是自私自利为自己的，一个人能够将自己所有的拿出来分给人，能够顾念别人的需要，一个宽大的心从哪里来的？圣灵充满而来的。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人会做这件事情，这个事情也不能吩咐人一样这样做，神都了解我们。但是他不能忽略这个非常美的见证。虽然没有教导我们每个信主的人都要卖光你的田产家业，但是从这个记录当中有个非常美的教训，就是彼此切实相爱，对吗，弟兄姐妹？神让他们活出真正的相爱，是心甘情愿的，不是勉强的，不是受强迫的，乃是实在我甘愿这样做。这种力量从哪里来？从圣灵感动而来。没有圣灵的充满感动，没有一个人将自己的东西分给别人，不可能的。当然里面隐藏着一个非常伟大的爱在里面，能够分享。还有一点，就是侍奉的时候他们同工服事的条件，请你
请大家看圣经哦。那这个地方呢，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六章，这个服事当中有两个记录。第一个记录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三到第四节，一起读，弟兄姐妹。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要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教会因为人数增加快速，一天受洗几千人，使徒忙于很多的事工。当然嘛，忽然间多了几千人，很事工繁琐的不得了。因为他们预备饭事的问题，人数多了，他们就没办法照顾周全，又预备讲道传道，又预备饭食，忙不过来。在当时又得需要在产生首批的同工，首批的同工要选七个同工来。他们选同工有什么条件呢？很简单，基本条件只有三个：要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要做当时首批同工也要求不高，但是看下去也蛮不简单啊。三个条件，今天我做同工也需要基本上三个条件哦。第一，好名声，见证好；第二，圣灵充满，灵命好；第三，智慧充足，办事好。有三大好的条件，但其中有一点，圣灵充满。这批人就注意管饭食、管理饭食的人都要圣灵充满了。亲爱弟兄姐妹，在当时初期教会，连管理饭食这批同工的要求，那见证好我们理解，办事有智慧我们理解，圣灵充满，哇哦，这么高的要求啊！所以如果管理厨房饭食都要圣灵充满，那你跟我用不用圣灵充满？敬拜团用不用圣灵充满？诗班用不用圣灵充满？那我们的观念当中，我们以为站讲台的服事比较，对不起，我占用这个字啊，高级一点，在总务啊琐碎的事情是小事，我们是大事。但是在神的眼光当中，就是你眼光中因为小事的饭食都要被圣灵充满，因为服事神没有大小事的，服事神每一个心态都一样的，包括你扫地，包括你洗厕所，包括你处理饭食，都要灵命丰富。当时的要求是这么高，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神在服事神的领域当中，并没有大小事之分，没有高低之分，因为我们服事的都是神，都是神。神要求我们那个服事的心态是一样的，所以服事的这个外表的表现不一样，但是里面的心态是一模一样。所以讲道的人需要圣灵充满，管理饭食的同工，你们都要圣灵充满，要美好的灵性里面。因为你们所做的，我们所做的，不使人看为小的工作、低微的工作，服侍神永远都是大事。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在神眼光中没有小事的，因为神赐给我们永远都是最好的恩典，他的恩典没有二流的恩典。我告诉你，神将最好的给我们，难道我们不应该把最好的给他吗？所以每个服事的同工，不要看你服事的量是怎么样，那个表现怎么样，你用什么职来去服事神，求主怜悯我们。管理饭食的人要被圣灵充满。第二，你看《使徒行传》第一十一章二十四节，十一章二十四节，关怀、劝慰、关怀的人要被圣灵充满。请你读圣经，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将人带到主的面前，不是单单的很会讲话，很会规劝，很会勉励，当然这需要口才了。不是每一个人都懂得劝勉别人，不是的，
但是巴拿巴很会劝勉，他甚至他的劝勉变成他的外号，其实他的名字叫做约瑟，他不叫巴拿巴，巴拿巴不是名字来的，巴拿巴是他的外号。巴在圣经中，巴是儿子的意思，他是拿巴的儿子，不是，他是劝慰子，拿巴是劝慰的意思， son of 劝慰。这个人劝慰人劝慰到一个非常成熟的非常老练的程度，这个人称他的叫他的名字，那是劝慰的人都不叫他的名字，因为他很会劝慰人。但是记得为什么他的劝慰能够将人带到主的面前，因为他被圣灵充满，依靠圣灵的能力做劝慰的工作，不是用他的技巧，用他的他的才干而已。圣灵如果不同在，我们滚瓜烂熟讲到多久啊，人都不会归向耶稣基督。谁要归向耶稣基督，用他的才干，在他圣灵的工作，人就归服了主。求主怜悯我们这些服事在初期教会好像是明显的记载，在教会当中有些人在事务中的服事，有些人在关怀中的服事，这两大的服事在教会当中，那当然除了彼得讲到的服事之外，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担当服事的要记得，在你手中每一样的服事，如果神不使用你，圣灵不充满你，我们不过明的锣响的拔一样。求主怜悯我们，在他初期教会里看见，当他们需要传讲的时候，神给他们话语的能力，当他们要服侍主的时候，服侍教会侍奉的时候，圣灵会赐给他服侍的能力。第三，面对外在的压迫的时候，圣灵赐给他抗衡的能力。外在很大的冲击过来了，你怎么去抵抗它？靠你肉血肉之体，我们做不到的。我们很早就被打倒了，但是感谢神，在初期都被苦难包围的信徒的情况底下，圣灵充满，让他们能够有抗衡的力量来抵挡，面对侍奉生活各种苦难的压力，能够有力量的站立得稳。感谢赞美主，圣灵的工作做得非常伟大。在当时我最少发现他几个抗衡的力量，第一个在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九到第十节，圣经怎么说？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那这个时候保罗改名了，他本来叫扫罗的，他改了名字叫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说，你这个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族的正道还不止住吗？他就赶出这个污鬼出来。他看透一个人跟在后面好好的一个人，为什么他做出一些奇怪的事情出来，保罗一眼就看透，他能够看透的眼光。我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充满一个人，神掌管他的时候，他有个辨别的眼光。我跟好几个弟兄姐妹受洗的时候都听过他们的见证，他们去过不同的教会，他去过不同的特别的场合参与奇怪的聚会，他还没有真正的信主，但是已经开始对道有慕道的心，神的灵在他身中带领着他的脚步，他聚会的时候看见而且情况不对劲，他来到五家的时候，神带领他慢慢真的神的话语慢悔改归主。他说，牧师奇怪，我去某个地方去聚会，参与了一些聚会的时候，我里面很不舒服，很不舒服，我感觉这个不是我要来的地方。我说，谁告诉你？这没有人告诉我，我里面有一个好像不大平安的感觉，不止一个，好多个。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给你有一个分辨的能力，圣灵给你，凡是跟这个圣灵不对的地方，他给你有看破的能力。当然我不但看破撒旦的作为，也看见这个世界的价值眼光，
圣灵给你有眼光，看见属天的价值，看见得胜的能力，那个重要，看见撒旦站在人的背后操控着人，你有看透的眼光。保罗给我们看见撒旦的攻击无处不在，常常躲在人的背后做干扰的工作，常常都有，以致我们生命中充满了各样属灵的征战，很多的征战，撒旦在兴风作浪，在人的背后，在事情的背后，在环境的背后，甚至在你最亲爱的人的背后，都会带来属灵的挑战。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深知道当圣灵充满我的时候，我只要有这个洞察力，但是你必须要很清楚跟圣灵有个非常非常美好的关系。还有第二，苦难临到了，他们怎么看面对抵抗苦难的能力呢？那在十三章第五十到五十二节，但犹太人挑唆虔诚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二人对着众人躲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给人打得半死，给人赶走，还要满心喜乐。我告诉你，是不是奇奇怪怪啊？那这个情况只有两个可能，一个是神经病，给人越打得越笑，是不是神经病啊？另外一个，他有超然的生命力，但是很明显的，他们不是神经病，他们圣灵充满他们，能够抵挡得住外来诸般的压力，圣灵那个属灵的交战，他抵挡得住。不但如此，他能够笑着来面对他们，笑于暴风，真的好哦，这个非常美的见证，能够笑得出来，不要哭，这个什么？这是能力。在患难中你还能够带着微笑，还记得 不久前跟你讲个布道会的题目啊，再苦也要笑一笑，这什么人生啊？圣灵充满的人生就可以了。外在环境让你流泪的，但是好可能你眼睛还是流着泪，但是你还可以保持着微笑，为什么？因为圣灵的能力帮助着你，有力量面对这些苦难，面对超外面而来甚至你想不到的压力攻击临到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想想看，在过去疫情当中多少的攻击，多少的压力，我们现在走过来了，我们还在，我会怕。我们以前听过疫情的时候好像非常遥远的事情，跟美国没有关系的，初初听的时候，这个不久慢慢就打到美国来了。但听到疫情的时候，我还感觉很遥远，只要我做好我的防备，这个疫情对我什么关系都没有。但是后来我听见消息越来越近，我认识的人被染病而死，我亲爱的同工被染病而死，我最熟悉的敬爱的最尊敬的人被染病而死，好几个 COVID-19 离开世界。我发现原来那个疫情可能忽然间就临到你的身边，可能忽然间会缠上了你，好多的恐惧，很多的压迫。这样弟兄姐妹，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没有圣灵跟我同在，保守我，鼓励我，给我有力量，我很多时候吓都吓死了。这样弟兄姐妹，你想想看多么恐怖啊。很多天我跟那个传道人在德州住的，跟我交通的时候，他说牧师你不知道，有段时间在德州尸体没有地方放啊，都放在路旁啊，那些车放这个 冷冻车的里面，每一部车在外面，其实你看里面都是尸体来的，好恐怖。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活在这样的环境，你会怎么样？撒旦会接着不同的攻击临到我们，这样弟兄姐妹靠着圣灵的能力走过去。不但如此，还有个殉道的信心。使徒行传第七章五十四、六十节，使徒初期教会第一个为主而死的人是斯提凡，
54到60节，我选这圣经来读。但西底翰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西底翰是第一个为主寻道的人，他被圣灵充满，神是给他为主而死的勇气和力量。你记得吗？病已经是不容易的，遇见苦难压迫已经不容易了，面对死亡的打击，谁担当得起？谁不怕死？当人抓他出来，准备用石头一块一块打死他的时候，你怕不怕？现在弟兄姊妹，如果是我，我怕得要命。但是奇妙，他被圣灵充满，充满了他。我在想哈，可能充满的时候连石头打过来都不痛了，为什么呢？因为神让他看见，不是那些人的石头，他只看见天开了，他更看见更美的耶稣，本来坐在神的右边的，现在站在神的右边。有没有意思是说耶稣站起来欢迎他回家？一个为主寻道的第一个人，在使徒行传第一个人为主的道生命都摆上。我在我的推想啊，耶稣都被感动了，本来坐坐的都站起来欢迎西底翰回家。看着这样的光景，我告诉你，神的给他力量，石头打下几千块石头打下来都不痛了，因为他要回到那个美好的天家去。那不要忘记，圣灵充满了他，让他能够承受这么大的压力。死亡的压力多大，不是他做错事，不是患病，不是意外，是为着主的名活活给人打死，谁不怕？他感谢主，圣灵充满了他，开他的眼睛，看见天开了，耶稣站起来欢迎他回来了。这个非常美的光景让他忘记了一切地上的痛苦艰难，因为他被接回到天家去。求主怜悯我们这些美好的记载。时间的关系，我必须停在这里。这些弟兄姐妹，真的圣灵充满的时候，那个生命就不一样。所以真正让我们再来想回复我刚才一句话，圣灵的经历可能不一样，对圣灵的认识是一样的，只有一个灵，但是严格来说，圣灵的经历可能也有一样跟不一样的。怎么说呢？刚才我讲的圣灵随着他的美意将恩赐给我们，但是恩赐的经历是不一样的，但是生命的经历是一样的。你生命去经历圣灵是一样。怎么说呢？那我们看圣经，打开这个加拉太书第五章。对不起，我先来看约翰福音14章吧。刚才读过了这段经文，14章16到17节，耶稣说的：“我要求父父的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卫师，叫他永远跟你们同在，这是真理的圣灵，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是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在你们里面，那是相同的。那相同的，看看保罗的教导，我们最少有四个必然的回应。消极方面的，他说：你们靠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情是显而易见的，很清楚。一些不好的行为出来，圣灵感动你能够看见这些败坏的行为，但是积极方面呢，也是意见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忍耐、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情没有律法禁止。凡属耶稣基督的人，已经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上面。那当我们经历这些改变的时候，要说知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在生命的经历一些不可见的
败坏的都被取代了，显而易见出来的就是一些圣灵的国籍，也是容易看见的。你跟我生命的表现，圣灵的改变是容易看得见，但是我们在神面前生命的经历，被圣灵引导，被圣灵带领，那个是一定的。有四个基本的动作我们要回应，但是加拉太书告诉我们，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被圣灵引导，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这四个动作，顺着圣灵而行，被圣灵引导，一件事的两面。每一个人要顺服圣灵在你生命中的引导，他一个指标在你里面，一个动力在你里面，你靠着他顺从他，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每一个服事主的人，每一个属于神的基督徒，圣灵在他里面好像有一个指标一样，随时随地提醒你，提醒我。我们人很容易消灭他的感动，所以圣经里面有讲，那不消灭他就是顺从他的感动，靠着他来做你该做的事情，做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的言行举止一定是容神一人的，一定将主的美好的见证被带出来的。所以一个人靠圣灵得生，也得到当靠圣灵来行事。得生是生命，行事是生活。你的生命的经历，你生活的彰显，应该都是一样的，没有例外的。可能恩赐不一样，可能我们在服事主的层面不一样，经历也许也不一样，但是两生命与生活的这个探讨，这个体会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所领受的都是一位圣灵，一样给他引导我们做该做的事情。圣灵在你当中的感动，在我当中的感动都一样，给我们充满了能力面对各种的患难，各种的压迫。有时候你发现我怎么做得到啊，为什么我能够做得到？当然可以啊，圣灵跟你同在，你就可以。求主怜悯我们，当我们举行个人布道幸福小组的时候，我问你，如果圣灵不做工的话，我们能不能将人带到主的面前？绝对不可能。求主怜悯我们，认识他，经历他，让他操管理带领你的一生，让我们一生都能够充满了圣灵的做工作，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容神一人。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将最宝贵的圣灵给我们。像你的仆人路加所说的，地上不好的父亲母亲都会将最好的给他的孩子，何况我们的父，岂不将圣灵白白的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承受圣灵的感动带领，能过一个真正容神一人的生活，让我们从身上看见你的荣美，看见圣灵的作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服事当中。谢谢恩主，听我们祷告，才子讲得不够的地方，求圣灵自己带领弟兄姐妹，不但知你的真理，明白你的真理，能够遵行经历你自己的真理。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主，我来寻求你的面，求你充满我。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我们愿意一辈子好好的跟随你，忠心的跟随你，给我们那个柔软的心，随时随地感受到你圣灵的感动，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不要消灭你圣灵的感动，让我们一生言行举止行事为人能够活出荣神一人美好的见证。求你充满我们，求你带领我们，求你管制我们，求你使用我们，让我们一生靠着圣灵的能力活出我们美好信仰的见证。求主恩待你的孩子，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感动与带领，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天天就能